较恐高，寡个朋友拢较无正经。当着台下近千人的面说出荒唐的过去，发怒忏悔过去生活不检点，种种恶行几乎让家庭破碎。因为太太走入此际，自己转念救了全家。拄啊好想到一句上人的法语：弃我执，灭我相，弃我执，灭我相。踮咧心肝内，就一直默念，慢慢就甲性地压落来。感恩上人讲，给我第二个生命跟慧命，真正真的非常感恩。现在我的家庭很幸福。先生的过去也曾经有过哈，那迷茫、善恶拔河过，他自己呢拔瘾呐、拔过来，那就是善呐、熬出头的啦。了解人心如金刚，心主一念在其中。善用生命，成长慧命，大团体力量，夫妻档、亲子档，甚至全家大小携手加入，因为浸润在佛法里，人生圆满，走出一条康庄菩萨大道。台新闻消息解决员机台北报道。